两者发现，两者治疗，这句话不只是一句口号。各地民众踊跃参与，包括大肠癌、口腔癌等五项癌症的体检。今年中华县政府继续鼓励全民参加癌症定期的检查，以及B型、C型肝炎的体检。每完成一项，就送100块的健康礼券，上多会当领到600块。精彩舞蹈表演，因是一段抗癌勇士。各地民众踊跃参与癌症体检，今年县政府恩惜往年好康，只要参加一项体检，就100块礼券会当摕，好民众小少做回来，予大家幸福健康。啊，今年吼，赶快延续好的政策，咱彰化县县政府甲咱的卫生局吼，健康礼券吼，健康礼券做一个癌症就100块吼，啊，所以。这对咱的全民来讲是足好的一个福利吼、哦、啊，所以呢，大家都爱烧酒哦吼，不是干呐，家己守护自己的健康，也守护我们家人的健康啊，踊跃的鼓励啊，邀请他们也都来哈，亲家朋友，大家拢来做体检。出席宣传活动的卫生局长也讲，真感谢病院作为民众健康的靠山，按病症的预防、体检、检查、治疗，甚至是后续的关怀。那很谢谢张基今天要办这样一个宣导活动哦，因为 COVID 期间哦，全世界都一样，那个筛检量都往下掉，那就有预期啊哈，你筛检没有去早期发现哦，后面这些没有被早期发现的个案就会增加癌症的这些发生率跟死亡率哈，这全世界都在讨论的议题哈，所以我们在疫情过后哦，过去这一年多来也希望把这些都恢复起来哈，那也谢谢。张基他全力的配合也大量来做这些相关的筛检的活动。这场宣传活动搁出来感情患者分享安怎透过体检达到早期发现、早期治疗的真实见证，而且强调绝对不是因为做歹代志来得到感情，是甲无健康的饮食、甲生活习惯等因素有关，反转大众对得到感情的无健康的认知。多张新闻，中央中华采访报道。特别恭喜张基。